41岁梅根在国葬上落泪，众人都选择性忽视他，唯有哈里牵手安慰。英国女王的葬礼已经举办完毕，但是子孙后代的矛盾愈演愈烈，几乎到了难以缓和的地步。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已经返回美国，但是似乎一点不消停，而是利用自传来抨击王室。41岁的梅根在国葬上落泪，众人都选择性忽视他的感受，唯有哈里王子牵手来安慰。看来在众人眼里，梅根只是贡献出精湛的演技，只有哈里王子吃了这套。根据英国媒体爆料，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备受打压，互相支持和鼓励，度过了国葬这段尴尬的时期。整个温莎家族的态度都很冷淡，根本不搭理梅根夫妇，气氛瞬间变得好尴尬。后来夫妇携手亮相，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葬礼，跟其他王室成员显得格格不入。正因为如此，哈里更加细心和体贴，全程都牵着梅根的手，给予了妻子极大的力量。其实细心的读者早就发现，王室 F 4亮相的时候，哈里和威廉就没有任何交流，倒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不断秀恩爱，又是牵手又是轻抚后背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其中最令人不理解的桥段，就是41岁的梅根泪洒现场，在女王下葬的时候哭得梨花带雨，生前不断抹黑和造谣，在国葬上梅根却用力过猛，直接当众哭出来，被大部分人都视为作秀。当伊丽莎白女王的灵柩转移到灵车上的时候，梅根居然直接潸然泪下，甚至连妆容都花了。在如此精湛的演技下，其他人显得太过冷静，反而只有梅根的情绪最激动。根据外媒报道，女王灵柩上放着一张纸片，上面只有妈妈两个字。梅根看到这么感染和悲伤的场景，瞬间酝酿好情绪，泪珠滑落，但是周围的人却选择性忽视。即使距离凯特王妃很近，但是这对妯娌根本没有任何交流，其他人的表情又麻木又冷漠，直接忽视泪流满面的梅根。只有哈里王子迅速走上前来，牵着妻子的手，给予对方爱和力量。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，认为梅根只是个演员，这次流泪并非出自真心。其实大家持怀疑态度也正常，毕竟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以爆料为生，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女王的离去痛哭。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伊丽莎白女王的直系亲属都没有哭，反而显得梅根有些做作。不少网友甚至吐槽，假如你参加一个曾经很讨厌领导的葬礼，你会像梅根一样潸然泪下吗？事实上，梅根认识哈里之前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好莱坞不入流的女演员，没有金钱更没有名气。跟哈里的恋情曝光后，梅根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。温莎家族集体选择忽视，没有一个人跟梅根说话，甚至哈里也在被孤立的名单中。看到梅根泪洒现场，不少王室成员甚至嗤之以鼻，认为表演的痕迹太重了。王室专家汤姆·鲍尔也认为，梅根是在为自己哭泣，分不到财产，更得不到王位。当时梅根身穿斗篷黑色礼服，站在最角落的位置，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。但是上演今天一哭之后，所有的镁光灯都袭来，梅根立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。再加上哈里贴心来安慰，顺便强行秀了一波恩爱。要知道全球有50亿的人在收看国葬，不得不感慨梅根是个炒作女王，任何时候都能抢到风头，从未有过失手的时候。只要有她在的地方，凯特王妃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，最终大概率只能沦为背景板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头版头条全部都是梅根流泪的照片，关注度和话题度都有了。不少王室粉丝开始怀疑，参加奥普拉访谈的时候眼神犀利，控诉王室轻视和打压自己，跟葬礼上的柔弱形象判若两人。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爆料的时候，眼神中充满了恨意，甚至被外界批评粗鲁和无耻，但是现在却放下恩怨，在女王的灵柩前献上自己的眼泪，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。当初菲利普亲王下葬的时候，梅根由于怀孕的缘故没回王室，整个王室都说谢天谢地他没有来。奥普拉访谈对女王夫妇造成极大的影响，甚至直接导致菲利普亲王病情恶化，梅根则有可能成了间接凶手。